我个人觉得自己在常规赛的表现也不是特别就满意嘛，因为就是也有打好的几局，也有打不好的几局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中单来说，每把都比较稳定，然后每把都很平均才对，然后我必须要就是保持好自己的状态，然后保持好跟打野跟辅助的配合。我个人在季后赛的目标就是就是到决赛然后拿冠军，然后希望我们每个队员就是信任互相，然后相信队友，然后自己就有机会。我们进了季后赛嘛，然后季后赛大家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的，就是对手也是比常规赛的会强不少的。然后至于我们的调整，就很多方面需要加强吧，就是比赛内的内容，还有什么沟通，还有什么角色这种，就要加强的非常多，才能在季后赛赢下来。不管遇到谁，我觉得就我现在是很有自信能赢下季后赛的对手吧，对吧？拿什么打都差不多。格温，最后是给威威的拿到自己的格温，而且这一把格温的环境对线起码是很舒服的，因为塞安娜他没太大办法，除了后续塞安如果补出破剑者，这个带线上面会稍微领先一些，在那之前其实塞安娜格温是没有太大办法的。这把比较好奇这把怎么搞下路，他现在也懂了，真懂了，被搞了三局了。这样的话，在下路露头，小天要来中了。香克斯的站位很靠下半区哦，几率性还是不错的。走上来，三级了，看一下 Rookie 的亲，亲到了 Q 出来。香克斯交闪要跟闪杀吗？来看一下，想抢一下嘛，但这位置被视野看到了。小天接的，小天抢到了，但大树自己怎么办？被打一套，直接交闪防止被倒钩。哎，Wandy过来也赶紧帮忙抬一下。也得溜了，补给品都用完了，三还有个小饼干，看着正好升三，感觉就直接交闪，这波感觉就是闪现直接躲一下，就往左边闪上岸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不交闪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说这波打野在，对的，这把他当时上这个韩服地，哎，闪现 A， 然后等你交闪再勾，还是那个路子，同样完成对位的击杀。上半区给大招，直接把 biu 连人带线一起。前面真的纯挂机，发育呗。找他中野阿维亚也打不过。这是想闪现，先不要被平 A 到都失败了。他是想闪现躲，就那个罪名先定一下。嗯。对啊。还是有点想法的。瑞兹也来了，瑞兹这波能开车四包二还可以。巴克打一下，这波救杀辅助思路很清晰。这样把辅助的人头拿到，终于是找到机会在下半区帮厄斐琉斯吃回一颗头。上一波因为 Mark 交闪去进攻了。哦，隐针宿舍又来了，差一段大的伤害，威沃的最后一段大减兵去了。而正面打起来，小天被香克斯定了一套之后，香克斯交闪拉开了。太多了，发育我感觉他被定住了，真的动不了。他发育也没那么好。右边的这种想秒三也能秒，定到塔下了，直接一个大躲了台根星辉夜宁。那这样无事发生，小天这边过来 Q 一下，横捆一个石头人，赶紧往后拉。这一波在打龙之前，厄斐琉斯跟霞兑换了一个大招。下路再吃点镀层，哎，这波要找香克斯，没闪的，灵活突击过来，一个亲什么时候出手？在等亲到了，小天过来接上 Q 惩 A E A， 最后配合上狐狸的狐火，拿到了香克斯的人头。而且 Mark 这个位置有闪的，闪现勾，但队友能不能跟上？还有一个 Q 闪跟上，再配合这个天霸横空裂空，艾万尼开大在边上想救得到吗？小横被一拳锤死了，而后部这边没有清辉夜宁，伤害差很多啊，反而两个人在塔下很危险。Rookie 这边是有闪现的，来看一下谁先扛塔，泰坦先扛，勾 A 盾起手，被打了一套之后先死在塔下，伤害不太够啊。是的，再一个 Q 被后部闪现躲掉，不过 Rookie 有块表结束之后只能拉出防御塔，最后被塔 A 了一下，好在这一下不够痛，有个儿子，但应该死不了。死不了，不够。哎，
有机会，但是没伤害啊。一勾勾到香克斯，直接勾 A 而起手，香克斯被打闪，狂风向前闪现 A 不到了，霞直接大招规避到大叔的进场，大叔也交完闪被锁，有一个大果子、哎、大果子打完之后打到了飞流斯身边，但是 no damage 呀，完全没伤害。这我本来我觉得是不是想勾树啊，结果草里有个兄弟给这个勾吃了。这波主要这两个人埋伏真有点过分了，是没伤害，然后这一个捆叉给自己捆死了。嗯，还好矮王帝灵机一动把果子 A 了、哎、这个大爆炸果、哎、后部真难受啊，玩不了，就真有点玩不了，后部操作还挺多。下半区好像大招已经交过了，捡出一个闪，隔浩博反正也不抓大龙了，就是稳。哎，这也要找吧，小天这边直接锁，锁完之后回身交一个 Q， biu biu 的 T 被打出来了，就来了，想办法了，等一个决策站出来，既然你不动我来动，总要有一个人动大龙。哎，但是打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，而且 Rookie 在侧面看到了、哎、打不了了，这没有回头路了，四千血。威威的隔墙大招 poke 一下，继续龙好像要 run 掉了。开车走，小天进来，龙 run 掉，没被抢。这边 biu 先卖自己，开车走，能不能断车？打踢中线，香克斯这边直接踢中路的线眼，踢下来要被锁了吗？哎、是还好有一个落地的加速，而且香克斯药都吃了。这个时候游戏暂停了，很刺激。等一等，在暂停前的一瞬间，禁锢到了威威，闪现捆了。怎么说、哦、来了，怎么说这有点太刺激了。但我感觉 WE 应该也想好卖，这波感觉跟不了。来了，怎么说，闪现捆到回身 Q 一下 WeWord、要打 biu 一个大直接撞到秒表上了，正面打勾到 I1D， Jackie 这边被香克斯单切了，香克斯这边开一个中亚躲了倒钩，正面天马和红烈火锁的是 Hope， Jackie 这边被击杀， Hope 也倒，两边 AD 都像玩具，而在侧面的横就没办法了，四个打一个，横也倒。对的呀，红白刀来了，怎么说，大龙生，大龙看到手里这个刀都害怕，直接开动闪卡视野 Q 了三个，但是没有人跟伤害，队友有人想打龙，有人想打人，出问题了， biu biu 先倒了，威威的开一个四子残留往里顶，那这一波威又开上去直接锁完，有人来吗？好像没人能跟小天，小天交一个闪开一个表，正面先魅惑到了一个香克斯，香克斯先倒，小天通过炼金龙魂跟表直接锁住了，而且第二个锁头又来了，刚刚往后拉又来了一个位，厄斐琉斯真的太难了。那这样有没有机会直接上路带线进去一波？感觉想一波呀，大龙都不想打了，四十秒有机会，没清线，二十秒能活，但 biu biu 坦不住，感觉没清线。我不想多等了，就要一波。主要是左边双 C 死了，其他三个人实在是没伤害。是的，真的没伤害。这滔博可以顶着你的伤害，现在没人能清线呀、啊，这小兵都清不掉，直接过来三开车抬的还不错，但是没有伤害呀、啊。侧面先把横给解决，逼不及往塔下走，威威的也上来配合 Jackie， 直接拿到一个三杀。那这样我们要恭喜滔博，在今天的第七面对第十的季后赛第一轮当中，3-1拿下对手。十秒，要接二十秒。我吃高杰克，我直接锁 AD， 然后啊，等娜美吧，我感觉等娜美。哇，对，这波对，慢点。要被夺了。等，再拖一下，来。我七秒，七秒复活，慢点，七秒复活，两百来了。我就有机会，来，开 AD， 开 AD。我卖了，可以，能追，我踢掉，先等我10秒大，就十秒。OK， 他们这边还有中亚瑞兹，给我奶，中线，我要开，我2秒大，快，就开 AD 吧 ，AD 就开 AD， 可以，看我，来，慢点，跟不上，别杀了 ，AD 封甲 ，AD 封甲，追，杰克慢点，真慢点，没有，躲，我的手，一碗，一碗，回家，
了，孙一杰回家，孙一杰回家，回，一波了，先避了，踢过来，好，稳一点，这么他有这么快，来，他闪上来了，他没闪，我再来，他没闪，我再来。哎，别操！哎，没事吗？我能。别操！哎，别死！没事，他没闪的。没闪，打这个吧。这边好，现在。他死了。我一个头。Nice。闪现。他妈白碗多，别急。OK。往前走，先走。没事，我没事。被打。哎，开一下，打起来。打前排，看保身，回来，看保身，没闪 ，OK， 冲，开你，一波，推打一波了 ，nice， 兄弟们，压着他，加油，继续，加油，nice， 这种感觉，兄弟们，别在我后面，别在我后面。我没上。要过去。我丢了，先杀的先够藏的。够。一万。打他。打他。慢点。打一下。我被第九。先把他吃，看我吧。可以。站住！看不了。慢点。来一局。慢点，认识。哎，我拉。认识。我呀。Nice， 上 ，nice， 杰哥。